好，接下来请现场评书杨家将表演者李云杰。谢谢您的掌声。这个人不在多呀，一位顶十位啊。有这个老朋友今天到来，尤其是坐头一桌这个，我们相识有很多年了。只记得在这边说书的时候，这位老观众就经常上我们这儿来听书的，可是有年头了。当然今天跟以前不一样，以前那老拿一本拿一个笔先做笔记啊，就是哪位演员在台上或出现什么错误啊，或者有什么精彩的地方啊，都写下来。你看今天多好，今天换手机了，今天没有笔记本了，所以这个有很长时间没来了，是吧？现在上班了。哦，你都上班了？快毕业了。都快毕业了。快，这上班了还是毕业了？这是。快毕业，现在在实习，所以周五很难来了。哦，您这个现在这个。项目艺术怎么样啊？现在，现在还表演这个拉洋片这个节目吗？以前也没演过。以前也没演过，老伙伴了这是。那个，明白人不多呀。首先我感谢您的到来，我所以这心里边非常的高兴。为什么呀？这个周五下午啊，本身就都上班，难得能腾出这个时间来，您几位到这儿听我们瞎说的，尤其这大冬天的太冷了。我估计开空调啊，您底下也暖和不了哪儿去吧，也是有点凉是吧？这个没办法，这个因为这个夏天呢，我有时候台上那儿还我特意我说出我买一空调扇，这现在用不上了，因为那只能是吹冷风那个。所以底下呢，这屋太大太大呢，坐这几位呢。这个实在是跟您抱歉，没事，穿好几十斤棉衣呢，好几十斤呢，你打个盹子卖了是吧？好几十斤棉衣，所以呢，有几位老观众呢给我发那个微博里的私信呢，就说跟您道个歉，来不了，因为年底啊，实在是太忙了，腾不出时间来。有几位那个就是上学的那个。小姑娘们呢给我发私信说这个考试，说年底考试就快放假了，尤其是周五啊，这是都赶着，这是每一天呢都考一些科目，来不了。我说没事，我说我给他们一一都回复了，我说您忙您的，您有时间您就来，没时间的您就别来，您就踏踏实实忙您的，都到年底了。因为我们这书呢算是今天这回呢还能凑合，还能说两次，最多说两次，今年春节也就是告一段落了，明年再开呢就是看什么时候了。因为这个尽我最大的努力吧，要开的话没准是过春节或者是初正月的，争取是春节一礼啊，随着这个大洋的演出就开。上礼拜呢这两个星期呢没在北京，去南京演出去，南京再开一分社，特意呢我又把这个整部书呢又复习复习，尤其是到最后这经典，上次跟您说这个叫群仙大破天门阵，这样打这个太乙真人呢在这金光洞啊，这是陈心打坐呢做了一个梦开始，这是整部书呢一共是分这么50回，梦里姑子，梦里姑子，他梦里和尚，一看就是老观众，还是也说这话，真是这是点睛聚眼的，这是画龙点睛，跟上文都能连在一块儿，这是您这老听了。所以呢，把这部书呢，我整个从头到尾的又复习一遍，尤其是群仙大破天门阵这儿，这个希望呢，就是我尽我最大的努力给您说一下。离这个群仙大破天门阵呢，还有一段距离，这段距离也不是忒长。我估计我争取啊用2年的时间呢说到那儿，因为这个有观众给我提，我必须得跟您说，您李云杰上来这说的废话不是废话，不给书听也好啊，是不按这个故事走也好啊，
因为老的版本的杨家将好些地方都不合理，你包括这个田先生呢，包括这个刘先生呢，他们都有这个录音，102和107回啊，很多地方都跟这个人物不符合，杨金龙他们没有那么大矛盾，所以我这个呢尽量把他们说的这矛盾稍微大一点，这里边有一点就是自己的成分说大一点，这矛盾激化越重越大，哎，这问题越突出，哎，所以呢这个越吸引人，这头一个。二一个呢，书法这个跟他们录像的都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上礼拜就是上上周我们去南京了，头一个星期一二三演三天，这三天呢郭老师都在南京录这个非常了得呀，就到后台跟我们一块演出，到后台我就坐在边上就探讨这个评书，就跟他聊，而且还聊的这几文段上，没想到他这两天他发现微博，各位就看着了吧，哎，他因为拍这个纪录片呢，跟我说，纪录片我重新整理了，按这个电视剧这个版本来说有改动，我打算再说一说。我说好啊，我说您在哪儿说呀？说还不确定在哪儿说，到时候说的时候呢，这个咱们一块儿。我说那好，我先谢谢您。这个有这么一个就是一个计划，这是确实真事儿。这个还要聊一个评书，这书馆这个评书跟录像，你包括录音都不一样。首先来说这录音，这是郭老师亲口跟我说的，我们俩聊天也是，这个录音呢有假的地方，为什么呀？好些人物字儿，包括这个师傅啊，他都是念的，都是按这个文本啊念的，你都能有时候你要仔细听啊，能听出这个翻页的哗啦哗啦这翻页的声来。这头一个，我说您别乐啊，我说您听听听听，您所以您在这儿听有现代书，像什么这个《后龙传奇》呀，有现代书您听听，因为我确实我听这部书啊，安明吧也是著名的评书干艺术家，现在也快80了，录这书他70前两年录的《后龙传奇》，您听听有翻页的声，完全人物不在这里边，有翻页的声，很多都是念的，咱能理解，岁数太大能给你念出来，把这个故事情节捋出来算不错了。二一个没有这个支出的地方，什么叫支出的呢？咱说的这个地方呢，假如说今天这个上学这孩子不好好学习，天天听相声来，哎，听相声呢，而且他还表演相声，听说啊在学校里面还收了女徒弟，这就不好了，这哪不好？耽误学业呀，对不对？这得严重的批评的。当然说了啊，交女朋友那是没事儿，那个岁数基本他8岁就交女朋友，这个不算事儿。咱就说这引经据典，这叫支出的地方呢，跟观众能拉近距离，能跟您聊天儿。你看我这么一说，底下这大姐她也说：“关大姐您别生气啊，显得您还年轻点儿，但您比我大不了2岁。”这个跟您这么一说，能把您逗乐了。这是书馆评书，要真是按这个故事情节。就是1、2、3、4按这个阶梯这么走，练一练什么的，这个练是好，可是呢跟观众怎么才能拉近距离，必须是我有来言你有去语，我说到这儿引经据典说出这个来，让您心里边哎李英杰说大聊说这好，跟现在很多实际，对不对？你原来那古时候那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大姑娘20多岁或者是17、18结婚那么晚了，你现在这个不是7、8、9岁，这个不就是开始这个有一些动作片开始他们就表演了吗？对不对？啊，不早，那是早，那比你晚多了。所以就是这么回事儿。这个我说这个跟您说这个意思呢，这几句呢，咱不能再说了，时间太长了，因为这书今天的意思很多。有的说郭老师跟我说，说书。要想观众爱听，头一个是个人魅力，个人魅力有说有唱有评，这是个人魅力。二一个呢，必须多给书听，墨分。郭老师跟我说这个墨分这不行，这个三句话你墨不仨钟头啊，是这是演员练能耐，练基本功练能耐。可是听来听去呢，您说半天也就是这三句话的内容，还得是多给书听。这是郭德纲老师我恩师教育我的，所有铭记于心呢。现在这个点儿差不多了，这墨也差不多了。哎呀，
这个给您说点盐焖酱，争取快点给您说，因为这个时间呢，没想到这么长。今天我这个我弟弟啊，是这个何东啊，头一次说这个评书，为什么？我说两个实在是太累了。这个为什么俩钟头？然后呢，这个晚上还得说相声，我这个体力啊实在是不支。二一个呢，您买这票您也不值。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要贵了包，您就看仨人表演，跟看四个人那差着呢，对不对？你看我这一说，这好地方连那猫都吸引过来了。你看这真是多可爱的人，哪儿？所以呢，这个说的好有不好的呢，您多多原谅，给您说点洋子酱。上回说哪儿了呢？反正我就记得有那么几句唱，有那么几句西河的唱。这个我还得详细的回忆回忆。这个首先来说，得感谢这位录像大哥呀，这个感谢您。但后春节我一定不得请您吃饭，好吧？当然说的 AA 制啊，这就不错了。书接前文，上回给您说了，杨六郎打边关上逃回来，东京汴梁城逃回来了，拦轿喊冤，遇见八仙王了。到了八仙王，南清宫把这事情一说，八仙王震怒，想出一个主意来，请问叔叔，这当今万岁呀，这个太宗皇帝呀，上杨府给老太太拜寿。拜寿的过程中呢，这皇上一看呢，跟平常的拜寿不一样，平常呢张灯结彩，可是今天这么一看呢，不是冷冷清清，迎到屋里边都坐下了，摆着寿桃寿酒，当中摆这么大一大寿桃。这寿桃呢这么大个，老太太说呢，切开您先吃，先请皇上先吃。皇上一掰开里边，吓一跳，上回给您说的这儿露出啊这么长一个箭头来，凋零箭的箭头。当时皇上一下吓一跳了，您琢磨皇上哪见过这个呀，皇上天天的山珍海味啊，他也就见几个大美女，像什么柳岩呢，像什么这个芙蓉啊，什么这就是大美女，皇上没见过这个，雕龙剑好像一打开吓一跳，当时就急了，这怎么回事呢？跟我说清楚了。当时急呢，皇上就能说暴跳如雷呀、啊。你说皇上急走一个，你看你这，哎呀，这个艺术有限，真是。猪他脚。皇上急得不能窜起来呀、啊，那边拍桌子，你怎么回事？啊，说。当时一七折八八折。一阵骂，一阵骂，那不行，那不是皇上，那后台于谦儿的，我哪里因为这儿？这说，对，这不行，这个文雅，得稍微得跟出来太宗那么大岁数了，稍微得平一下这，你怎么回事？当然这也不好，你怎么回事？老太君当时一听啊，一问这句，那眼泪刷就掉下来了。上文说唱了那么几句西河，什么意思？大概齐。您看见这半只凋零剑就吓成这样了。我儿子杨七郎吃了103颗凋零剑，我们老杨家到现在说什么了？太宗一听，罢了，杨七郎英雄，大英雄啊！这个胃是相当的好啊，能消化这么大的食量吗？不是这意思。射了103颗凋零箭，72颗透前胸，射透了。你看这样你就害怕，怎么回事呢？老太君一五一十把杨六郎跟他说的事情，汤汤的一说，太宗半信半疑。怎么个半信半疑？可是琢磨这不能吧？我老丈人前些日子给我来一封书信，写着你们老杨家叛国投敌了。已经这个老令公带着几个儿子已经归降北国藩邦了，把城池都献，幽州城都献出去了。可是到现在你们说的是这个事情，跟我接这个信两码事儿。从眼神里一带出来，八仙王在边上看着了，坏了，皇上没信，没信怎么办呢？这个再加把火吧，您皇叔，您看这个事情，哎呀，皇侄啊，我觉得太君说的能有此事吗？有啊，太有此事，有证人呢。谁呀？用手点指屏风后边转过来一人，扑通，辽袍跪倒，
花儿乞丐，你是这人往上一抬头，这脸特别的消瘦，看眼熟，你是哎呀不认识，哎呀万岁不认识臣我了吗？你是我乃杨景杨彦昭啊。哦六郎啊，哎呀六郎，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如此打扮，哎呀万圣节吧，今天是怎么化妆成这样了？这是啊，快起来起来，怎么回事啊？这杨六郎又把这个前敌这些事情汤汤汤汤一说，说完之后傻了，难道真如此事吗？皇上您不信，您看看我这么瘦，您看我这个模样，这是久经风霜啊。哎呀六郎啊，不会最近减肥的吧？这是怎么瘦成这样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这事情都一说出来，不由得万岁不相信。为什么呀？老太君说了，跟六郎同时这么一说出来，基本上对上了。杨家这么大的功劳，可是心里想，我老丈人能干出那些事情来吗？他再不对，他也是我老丈人呢，他闺女骗给我了，是不是西宫娘娘啊？这哎，这一打鼾声，边上八贤王噌噌站起来了。哎呀皇叔啊，看这意思还是不信呢。哎，不是孤王我不信呢，那兵马大元帅潘洪潘仁美给我来过书信呢，可是两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说的都不一样。这可是呢，孤王如何呀？一皇侄女呢？那封书信怎么写的呀？那封书信是拿过来写的，是老杨家叛国投敌呀。万岁，您想想，老杨家这么大功劳，七狼八虎，死的死，亡的亡啊！大郎替了您死了，二郎替了我死了，老三呢，马踏如泥块，四八郎、五郎现在都没有下落。现在得知五郎被射死，这个消息如果是真的话，家里边没剩几个孩子，现在就剩下两个郎了。您不得不信呢，能有这么大的功劳，能干出这个叛国投敌的事情来吗？皇上一听也是，可是依皇侄你的意思呢？哎，哥我的意思，我也不能是偏向杨家，也不能偏向这个潘家。依皇侄我的意思，咱们到边关把潘仁美调回来，调回来之后审一审这个案件，你看如何呀？那就依皇侄吧。可是让他调回来，咱们以什么为名啊？咱们就是写上圣旨说要审他，审潘阳一案吗？他能回来吗？哎，别说审潘阳一案，就说呀调回来予以嘉奖奖励他，您看他回来不回来。他如果回来呢，如果潘仁美回来，说明心里边没鬼。哦，他要不回来呢，哎呀皇叔啊，如果他要不回来，他心里边可有个内鬼在里边呢。好吧，就依皇侄，那咱们告辞告辞。再看这个杨家上下呀，都用一种特别期盼的眼光看着万岁跟八贤王，那意思呀，一定给我们老杨家做主啊。回到这个宫里边，把这个圣旨刷好了，咱们话不多说，就奔这边关送去了。到那儿连下三道圣旨，潘洪潘仁美没回来。这三条圣旨下回来的意思就是让他回到东京汴梁城，让他呢给他加封官职，犒赏三军。可是呢，这三条圣旨刷下去，多长时间呢？两个月的时间没回来。他一不回来，万岁心里边毛了。皇上一想，坏了，我这三条圣旨不把他调回来，他不回来，不听我的呀。人家老杨家那还等着呢，杨家等着咱不说，现在八贤王我这皇侄天天举着麻面金简上金殿来找我算账的呀，天天举着麻面金简跟举把扇子似的。哎呀捋着胡须，万岁
以皇师我的意思，那三道圣旨您下来这个结果如何呀？万岁，您先把这放下，先把这放下，老举着我瞧着累啊，我不累呀，放下放下。没回来，没回来怎么办呢？再想个主意吧，怎么才能把它调回来呢？哎，依我看呐，调回来的内鬼太大，看来害老杨家这件事情应该是真的。那皇侄，你的意思呢？没别的，把杨六郎还有王袍、王彦龄、大丞相他们这几个重要的人物都叫到宫里来，咱们好好商量商量这件事情，好吧？你传这口旨，把这几人叫到宫里边，把这个事情一说。刘郎一想，嘿，这回啊，不让我说话我也说了，没别的，万岁替老杨家做主啊！哎呀，六郎，不是我不替你做主啊，三道圣旨没有把他调回来呀，如何审你们这个潘阳一案呢？哎，没别的，我呀，跨马提枪，我去边关把他擒回来，您看如何？哎呀，擒回来就凭你一个人到边关，他是兵马大元帅，你能把他擒回来吗？啊，以你一个人力量擒不回来呀。那怎么办呢？王袍、王彦龄一边坐着，老头也岁数不小了，按现在年纪也有70好几了，这是保两代君王，捋着胡子，眯缝着眼睛，听着这二位说，万岁，老臣我有一个主意呀！啊，丞相，快说，我听听。哎，我觉得呀，这个事情要想调回来，是调不回来的。那有什么主意吗？以老臣之见呢，这个消息不能走漏风声，只能是啊，害一个人不认识潘宏、潘仁美，老贼也不认识这个人，两方面都不熟悉的到那儿去，以犒赏三军为名，暗地里把他擒回来，只有这个主意才稳妥。你要是把这个消息传出去要擒他，他在边关一造反可就弄不回来了。那这个人，哎呀，朝里边这么多人哪一位合适啊？王彦龄捋这胡子表边上看了看，就在座咱们这几位啊，哪个都不成。这是怎么不成呢？你看这位啊，这位还上学呢，这位不行，这位也不行，这位还得盯着给我录像。那位不行，那位他家里有事儿，那位不行，那位他不常来，那位不行，那位他坐累了，这是。哎呀，没有合适的人的，这可怎么办呢？这个事情，哎呀，八仙王从边坐着抱着剪，哎呀，丞相啊，快说，你要把我急死呀！啊，这个事情怎么办呢？找一什么人呢？以我之见，咱们贴个招贤的榜在外边招贤，看看能把这个能人招来。那以什么为名呢？以犒赏三军为名，镇守边关，要这个能人来，咱们再定这个计谋，你看如何呀？好吧，皇上一听，嘿，这个事儿也不错，我刷圣旨，咱们这就贴这招贤榜。皇上刷圣旨，到外边贴这招贤榜，贴出去连着三天没人问，连看地方都没人看见。那人说，怎么连看都不看？那是招贤榜，那不是征婚启事，征婚广告。好家伙，现在1米73，有点这个光头，小眼睛，穿一红大褂征婚，以地贴出这个，呼呼呼，那女的，好家伙，当时好歹人，头一个就是演这样的，那刚拍了四大名捕二就来了，全是这想家了，亲戚范冰冰外国拍戏就赶回来了。好家伙，听说罗恩社有叫李云杰，这机会可来了。好家伙，他要征婚，嘿，好嘛，这外边排着好几百人都等着征婚呢，不是那个，都抱着狗，那是什么呀？应该现在这国务院要出一个，要是假如例如说一个选能人的，你包括袁阔老那个要举火招贤。鲍叔牙有一个段子，您回去听一遍，举火招贤这故事小段，原来我这个开场说书还说过一小段，举火招贤选能人，不是选，不是好选的。您这个那贴着现在中国人民共和国
这个什么部啊，咱这个安全部招人，招人那儿写着了，能人到那儿去，咱就是兵马大元帅，就例如这意思啊，或者是大官。老百姓这儿推着车的，这儿推着车卖小点心的，早上去卖阳光早餐的边儿瞧瞧，哎呦，哎呦，我的机会可来了，这不是疯了吗？这不是啊，推着车走了，后面这骑着逃粪的拿着提着粪筐，哎呀，等了八年了，终于贴出这榜文了，把这粪勺一扔上前去撕拉，就把这榜文字给撕下来了，那还了得了，不是这么回事儿，这怎么就？你得觉得你有这能耐没这能耐，现在贴一个说这个需要一个录像的人，哎，这位同志的机会，同志说同志不好啊，这个小兄弟这机会来了，要一提同志您就改那个什么的 gay 了，叫 gay 了是吧？ gay 了，上回说那推推是吧？推推拉拉这不行，所以这个是拉拉。哎，一提现在科研部有一个电脑，一电脑程序啊，需要一个能人。哎，这位小同志来时候了，这个，哎，而且呢，一天呢就上两个小时，剩下自由活动，啊，一个月能挣10000块钱。晚上再给提供一元的，还能说相声呢。好家伙，他这干爹都没问题，这是。好，他可抄上了。所以这不一样。东宫建安城这皇上烧完纸之后贴在这儿了，贴哪儿呢？皇城，贴皇城这儿，这皇榜，这是这山东斗法，孙德能接着皇榜，那还了得了？那谢您谢大人，那个这好家伙，接着皇榜给一嘴巴，好，你怎么意思啊？啊，好，那是纸子，那不是面子，那是。你饿疯了你，所以这黄榜一贴上了，咱这贴上了，一般人看都不用看，为什么？跟你自己没关系。跟德云社似的，这门口贴的招聘演员，必须10年以上的相声演员。那门口过来过去的，他都挨个都瞧吗？啊，那70-10岁那儿瞧，好像哇，困了，来机会了。这说相声，说相声，我也听相声，不是那么回事儿。他这榜文贴出去连三天，基本上连看的都很少。为什么？国家招贤，你是贤人啊，贤人不是拿钱泡的，那贤人，那贤人他得看这个，是吧？连三天没人看，这个，所以呢，这连过三天又过三天，还没人看，干了这个凉一半心里边，没人瞧啊。有能人有什么能人呢？这怎么回事啊？啊，连过10天，再过那么一天。从那街口连跑带绕走一小孩来，这小孩长得漂亮，圆脸儿，寸头，小眼睛，穿一红大褂，碰着嘿，一表人才，嘿，鸭蛋脸儿，牙白似玉，嘿，元宝袋儿，我一看，我这下凡，这是金童玉女在世，这个小孩嘿，漂亮劲儿，嘿，这小孩儿姓李，这是，啊，漂亮劲儿多好，我就带成这样的，过一小孩儿一走。从边上这么一看，哎，这是什么呀？这个哦，皇榜，他这是皇榜。边上站两个军卒，哎，问问二位，这什么呀？这是啊，去，小孩去玩去去。不是，我问您这是什么呀？皇榜。哦，这皇榜是什么意思呀？皇榜啊，你问这干什么呀？你小孩今年多大了？我今年都12岁了。还都12岁了，12岁管什么用呢？啊，去玩去玩去玩去，别在这儿别在这儿闹，这是国家的正事儿，国家大事儿。哎，您跟我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儿？我也好奇，我也亲近啊。嗨，那位说，你跟他说说，说说道子，这是什么事情？嗨，这什么事儿？国家呀，要选一个能人。哦，选能人干嘛的呀？选能人呢，到边关呢，犒赏三军。哦，犒赏三军，什么叫犒赏三军呢？就是给三军呢送点福利去。哦，给送个大片什么的吧，不送大片。哦，那送点什么片啊？什么片都不用啊。那给送什么呀？送点这个，送点这个马牛羊啊。哦，给他们送马牛羊是送母的吗？不是母的，都是送公羊去啊。送公的，那送公的他们干嘛用来的呢？送公的咱们吃啊。哦，吃，这叫犒赏三军呢。哎，对，这叫犒赏三军。有戏。这个您看我能去吗？去，这瞎闹着，你再闹着，我踢你啊！去，走。这小孩蹦蹦哒哒可就走了，回哪儿了呢？这个走哪儿呢？这小孩可了不起，
铁鞭王呼延赞的公子，这回说的主要就是他。后部书还有一部书啊，叫《呼延亮》，说的就是这，叫什么呀？叫呼延皮显。小孩天生的聪明，什么甘罗呀，什么这些小孩啊，就什么的，这个叫什么周瑜啊，跟他比啊，俩字儿玩去，真是俩字搞语玩去，跟他比都差。这小孩蹦蹦哒哒，可就回到铁鞭王府了。进了这个府门之后呢，往里边跑，刚下学的是，跑来跑去，可就跑内宅了。刚到内宅这儿，这刚要进门推门，就听里边啊两个人说话，一个人呢是个女的，他一听认识。他妈真是，他妈那儿哭哭啼啼，他妈是叫金头马氏，叫马玉萍。这老太太呀，跟这佘太花呀，还有一个叫陶三春呢，这三位就是有名的老太君。尤其是这个金头马氏，人说他怎么叫金头马氏啊？长一黄金的脑袋，彩排定做的，那可不行。在这个。一出生啊，满头的金发，金丝儿。这个原来人家说书人给编的叫金头马氏。搁现在我翻了书啊，特意都看了看了，哎，哪部书都有这金头马氏。我可以下结论的告诉您，这人是外国人，尤其是有俄罗斯血统啊。金头马氏，满头的这个金丝儿、金头发。这说相声的金头发、金牙。一个金眼珠子，有一到晚上上厕所不用开灯，一张嘴那金牙一晃就问厕所了，这是玩笑。金头马氏，这老太君马太君，还有一个是陶三春，陶氏太君，有一个出京剧叫《三打陶三春》的，叫打瓜园，您可以在网上听一听。这是一个花旦的一个丑，这个特别好。正恩郑子明的媳妇儿叫陶太君，还有佘太君。这三位太君呢是保仪司令，又改日本了。哎，再说这金头马氏在屋里啼啼哭哭，哎，没想到，哎，他带了一妹妹啊，落一个王爷，可是到现在呢，哎，是啊，哎，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别人那位还劝，哎呀，太君不要啼哭，不要啼哭，哎，我呀是奉了我们老太君呢之命啊，跟我们那个六郎之命啊，到这儿跟您说这事情来了，千万不要啼哭，哎，这个消息有可能是假的，千万你也别认真，哎，无论是真的假的，好几个月都没看他了，那会儿出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好，哎，没别的，都这么长时间了，哎，他如果真是按六郎那个传言传的已经死在边关那儿了，得了，我们西夏有一子叫呼延皮显，今年12岁，也长大成人了，在南学学书。我呀，每天教子成名啊，顶替这个王爷之名，留个后代，我也对得起老王了。他提着又啼啼哭哭的，哎呀，呼延皮显到门口这儿一听，这说的是什么呀？这是，哎。正听着呢，这屋里二位呢要分别了，得了，太君呐，别哭了，我呀跟您说这些事情啊，不是为人找您伤心的，我就跟您说一声，您做好心理准备，万一人死不能复生呢，有个心理准备啊，对您打击也不大，千千万万别认真，得了，这个事情我已经跟您说了，回去跟我们老太君呢，我叫你一声也就慢得了，这天说话就黑了，好吧，我走道还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呀回来再看您来，好不好啊？您呢，这个别往心里去，踏踏实实的教养小少爷成名啊，好吧，您待着您的，我可走了。哎，那杨红我就不送你了啊，得了，您别送我了。这一开门，迈出一条腿来，再看呼延皮显往后退两步，噔噔噔往前跑两步，那意思刚从外边进来，慌了慌中一擦汗，哎呦，嚯，那哪阵香风把您给吹来了？谁呀？老杨红，放了佘老太君跟杨六郎之命，把这个边关这个事情跟老太君这儿交代了。
马氏老太君以前呢，老觉得我这个夫君不回来，连着做了几天的噩梦，都没想到他有什么事情能发生啊，有什么事情我这个心神不定啊，每天做这些梦都稀奇古怪的。头一天梦梦里跟这奥巴马一块打球，哎呀，二天跟郭德纲说相声，三天二跟于谦儿块唱头，哎呀，三位男士，我这是怎么了？这是我犯什么病了吗？这是，哎呀，难道苏夫之情吗？这个事情啊，边关传来的消息，郎千郎万全军才干跟这杨六郎洒泪分别的时候，最后告诉杨六郎，就是这铁鞭王呼延赞老王爷，据传闻被潘仁美给大卸八块搁在缸里给弄死了。上回我跟您说这个事情了，有老观众听过这个，给弄死搁在缸里已经封上了，估计是准备做这个坛子肉啊，这是啊。这个事情跟老太君这么一说，老太君往心里去了，您琢磨爷们死了，好家伙，甭管是真的假的，这个消息现在没得到准确的消息呢，可是这个信儿一说，心里咯噔一下，这么大岁数了，好也奔六十了啊，这一辈子没死在这疆场之上，被老贼给害死了，你害咱杨家害我们家招你了啊，哎，没办法，请了心，那意思我还不能带出来，不能让我儿忽然皮险呢，看出我伤心之情来，硬挺着眼泪愣往回咽，这叫什么呀？叫气呀、啊！这说相声叫哭论。您哪天有时间，您看哪场有哭论，您可以看一看。说德云社哪位演员说得好，我在这儿不能这么说。为什么呀？你说我说哪位说得好，到时候你一看，这张三这说的不好，这我觉得跟我这个心里不符合这个气质不一样。没关系，多的您看那个有一位著名的相声演员叫李云杰。他贴这个窟窿的时候，你一定得看。当然，这个一般的就是不好贴。为什么六十年一轮回？这个六十年能赶一回，这个气字，这气呀、啊，这还不是一般人能够来的。这个原创呢是张寿臣先生表演这个。以前呢，这个窟窿里边啊，这个段子没有气，这个气字，就是眼泪要掉出来，往回愣咽，还得压住自己的心里边。跟这个街坊邻居说这个事情，媳妇儿死了不能带出来，大男子主义这个劲头，这得表现出来，这可太难了。老先生为什么说他家这个人，他是深有体会。为什么？这是真事儿，不是说我跟您开玩笑的。这是张寿臣先生的妻子，就是娘们儿啊，那个死了，在家里停着，可是有一场演出。到外边必须得演去，因为张寿臣先生也是相声的巨人呐、啊，比马三爷、侯宝爷他们的都好。那这个那会儿，人家张寿臣先生说了算。那会儿在京津两地一提说相声，第一名就是张寿臣先生。他到这堂会这儿表演相声，表演什么呢？哭论。演来演去，演到最后了，实在控制不了心里难过的这心情了。就把这个气字加在里边了，怎么说呢？这媳妇儿死了，停着，两个孩子扒着棺材帮哭找妈妈，里边有这经典的找妈妈，别找妈妈，妈妈去姥姥家了。孩子说：“那我也去，你别去，去就回不来了，知道吗？你这老人家住哪儿？老人家住远着呢，那离地球还有8万多公里呢。所以这个有这么一个情节，一个气字。”这是张寿臣先生，还有一相声演员叫马三立先生啊，这也真是，这是采访放马马志明先生，也是天津台。马三立先生的夫人呢，叫甄慧敏，叫甄慧敏女士，老太太死了呢，咽气，这儿当天还有演出，这少马就劝他爸爸别去了，我妈这都倒头了，你就别去了。老先生对艺术负责任，我必须得去，观众等着我呢，我应人家了。没想到你母亲呢，这个去，您跟甄慧敏先生是不是有什么亲戚关系？是等着这位啊，这个动情的地方您不要这样啊，这个我必须得去。那您去
咱家等着您回来，没事儿就你不全办了。那您去您演什么段子呀？这个跟唱歌不一样，我得逗大伙乐呀。可是媳妇儿死了，出去演出去得多难，还得逗你乐。这心里边哭都完没地方哭去呢，逗乐。演什么呀？那天马三立先生演的《白石会》，演的《白石会》是王凤山先生给捧哏。这《白石会》那非常好。这是马先生代表的作，什么三节会呀、白事会呀、开州场啊，像什么还有什么十点钟开始啊，这都是他的代表剧。这白事会说到最后了，没找着坟地，这一鞠躬一转身，这马三爷的眼泪呀，就断线的珍珠啊。最后王凤山先生回忆啊，连前胸都湿透了，这都哭成那样，到后台谁劝都劝不住。王凤山先生最后拉着陪着马三爷，搀着马先生，俩人岁数差不多，可是管那马三爷叫师叔，搀着马先生就是一块儿坐车给送回家去。马三爷到最后，这是相声典故，两个人，一个是张寿臣，一个是马三立，这就是一个哭论，一个白事会，这是学徒我知道的这些事情。所以对工作必须认真负责，应了到您了就得是这么办，不能来回拉抽皮。什么叫来回拉抽皮呀？咱说今儿个来吧，今儿个我们准备听书来，结果有事来不了了，这叫拉抽皮，这个不行，各位知道吗？这要说来就得来，要不您就别来，就告诉我怎么应接，今儿我来不了有事，那没关系，你下回再来。应了我了没来，这我心里边就今儿有好几辈子没来，知道吗？所以呢，这个事情说到这儿，就是给您说这意思，压着这个心里边这些非常悲伤的一个事情，还不能让呼延皮显呢看出来，看出他爸爸死了，一十二岁的少年，这又勾起我点尘烦来。因为 我父亲去世时候我十二，这是这个事情，我就因为这时间呢太短了，我就没必要，我再跟您说还得支出二十分钟去，这是真事儿。我父亲死时候我十二，我弟弟呢七岁，就刚才那李鹤东七岁，七岁还真是六岁，不到六岁，还真是还什么事儿都不知道呢。得到这个消息呢，他还在床上玩儿呢，已经我母亲都不行了，他还在玩儿呢，这是真事儿。哎，我那年我上初一，初一是头一个学期呀、这个考试还没考呢，也是这会儿正好冬天。是12月31号，不是11月31号，11月31号，因为12月没有31号，11月31号，这是距离过了十年之后，十年后的12月4号，就我母亲得的重病，这是瘫痪了六年，我把他老人家再送走。所以到现在郭老师在台上有时候说这忠臣孝子的，就说老实说，我也是抬举我，也是捧我，够不上忠臣孝子。说照顾母亲也好，照顾父亲也好，这都是儿女们应尽的责任，没必要去我非得当人说。这只能是从郭老师的嘴里边，他了解我这么多年，我跟了郭老师十年了。因为我母亲那年有病，我不能上班，才来的德云社，才跟郭老师学的相声，整了这十年。我母亲瘫痪六年呢，就是除了眼皮能眨，哪儿都动作不了，就是植物人。这六年呢，这六年的日子呀，是怎么过来的呀？这想起这挺心酸的。所以对这个来说，尤其是金头马，是压着心里边这些事情，自己出门怎么面对这呼延皮险，这个很难，这只能是您用心去体会。所以跟您说，说书人叫评书，他跟您捋这个故事情节讲故事完全不一样。要讲故事这点儿，就把这事儿说他难过，见着儿子说完就完了。可是这点儿，我得给您把这儿说撕出来，撕出这有典故，有名人典故，有我自己的典故，包括我经历这些事情，我跟您一一说出来。这不是废话，这是评，这就叫评。我怎么看这个事情？是不是各位观众，您刚才听这个事情，您怎么看这个事情？要落在您身上怎么办？这个事情，这是很难。这个光听一故事，您不如翻书去，真不如翻书去。
再说咱那个手机上下载一个什么，那个我兄弟跟我说叫什么懒人听书啊，外面懒人听书里边都有好几百部评书，您也省钱，您省了花三十，您家里边您打个这个，您就揣兜里边，揣兜来瓶水，溜着弯戴小帽，来一口罩，有雾霾呀，来一口罩，来根烟卷，您外边溜着弯在这听着书，省钱就走流量，您就十块钱包月的流量就行了。这就能听书馆为什么就这儿跟观众拉近距离，必须得拉近了。我要说，其实我要说，我这个眼睛呢，虽然我这个眼小啊，不过眼小巨神，这是啊，这是我夸我自己啊。我看咱们各位的眼神，您是不是在看我？我能看到您心里边，是不是？我说这事情能不能感动您？能不能说您心缝儿去？斜眼。啊，这还斜眼的？您这老是画出眼睛，您这个。我这说半天有点这捧哏的意思，说半天咱斜眼儿，那也不能往上看这个。这个，所以呢，您说这个呢，不是废话，评啊，必须有评，才能拉近距离。光捋一个，就是两岸评书来说，捋一个梁子呀，讲这故事情节，他从哪儿到哪儿，他把他打了，把他杀了，他三十年后找谁拜师学艺，怎么才能最后把他杀了？好家伙，他请这五位子前来助阵。好，这个五位子有几个绝学什么的，酸掌、苦掌、辣掌、甜掌，这马云先生五味俱全，这是不是？这所以嘛，这个有点就是还是千人吃面，千人吃面就是太偏天极律，我觉得不好。因为这个，我们跟我们先生俩聊天也是，每天我们一聊就聊很长时间，就聊这个评书，聊相声，尤其评。在德云社来说，能坚持说评书的人不多，就是我现在坚持三年多了，他是经历我这个一直从头一次说到现在，他这个当然以后我还说呢啊，希望您常来，好吧？为这个必须，一是得收听，二是得有评，评只能是评的地方能说的点上，能说的您心缝，让您认同我这件事情，以后您还林杰说的这。跟我想的一样，对这事情还真是这样，尤其是孝敬父母这个事没有什么可说的。尤其现在电视您还说他伺候他母亲20年，他每天这都不上班了，而且累成这样照顾他母亲，这个没必要非得宣传。为什么？这都应该的，太应该了。为您伺候你母亲啊，你父亲20年，你就非得说出来，我就得怎么样？这你什么意思呀？你母亲照顾你20年，你爸和你妈可没跟电视媒体说过这事情。到现在我们家这孩子不是跟您说1岁半了，一晚上啊醒4回到5回，醒了就哭，醒了就哭，都睡不着这么久觉。这个我媳妇跟我赶上10年后我们做一节目，嘿，各位您不知道，我那会儿我们那孩子那个可恨劲儿的，太可恨了，每天醒好几起儿。人家准得说您打住吧，那人应该得让你养活呀，让您领养吧，您领养孩子到时候念养老院，对不对？那电影那个飞跃老人院，那个各位也瞧了，那是不是？那有儿子有闺女，不是也照样去那儿吗？所以不一样，这个千万别夸，别说我做个事情就得，那就给别人看了。我说这件事情做出来必须说出来，那你准有你的目的，没有目的不会说，对不对？这心里边要什么呀？无欲则安。没有欲望我就不会干一些事情，我也不会说的，看谁都正常。天天800多万的等着你，看谁都不正常，对不对？到马路上后面的冲你这儿泼脆口痰，你立马就得给他一大嘴巴。脆谁呢？脆谁呢？你看没错，你废话，错就完了。你看这就是较劲，这就没必要，这事是不是？刚才说哪儿了？你瞧你这忘了。给金头马氏出来看看这个儿子的呼延鼻险，哎呀，儿子回来了，回来了，啊，咱们一块儿送送这个老管家吧，好吧，把这老管家杨红送出去。这母子爷俩回到屋中，坐下了。这呼延鼻险呢，太聪明小孩，您往后听，后边这部书啊叫《呼的将》啊，这个《呼的将》一定您得听听。当然要有机会，我给您说这个。这呼的将，而且这呼的将，这我可以许诺有全本的西河版的，因为这个还不是学徒我另创的。真说这书，那就是从头到尾，
哪段书都得有唱的。天国燕桂荣，哎，燕桂荣先生那个90回的，还有这个谁，那叫陈凤云先生的，还有这个郝燕霞先生的，都出过书，都有西河版的。到时候要说这部书要不唱，那有点对不起观众这票房。这好，是不是？当然，那以后咱以后吧，争取这部书说完之后，我把这个以最快的时间，我整理出来给您说这呼的酱。到时候真要能说的话，最好这几天都能开开，就天天我照着俩钟头说，那为最好。呼的酱以最快的速度，那个呼的酱这点儿也特别特别好。您要有希望，您说我等不到您回，您看您听听去。网上有录音全本的，还挡不住在眼上这个边上有这个泪痕。哎呀妈，您这是流过眼泪呀？哦，不是，我这个我呀刚才去花园啊，被风吹了，我这是迷进沙子了，不能迷进沙子了，不能两个眼睛都迷进沙子了吧？您这一般您一只，您可两只都流泪了啊？娘啊，我都12岁了，有什么事情还能对孩儿我明讲吗？我能替母亲您担忧分愁啊！我孩儿我12岁，我已经顶天立地，是个男子汉了。儿你成吗？我太成了。妈，您最近没看那电视《爸爸去哪儿》吗？啊，那个小孩多聪明啊，我比他聪明1万倍呀、啊！孩儿啊，刚才老杨红来是这么说的，这么说的，不能瞒着你，因为妈我心也心重，不告诉你，我也对不起孩子你。老太太把这事情一说，把他说的父亲到外边光害了，这个事情未必是真的，可是有这么个信儿。这呼延平显哭成就坐在凳子那儿了，坐在凳子上，您这方面看着金头马是妈呀，妈呀，能吗？我爸那么大的能耐，铁鞭王啊，能干出那事儿，能让潘仁美给大卸八块，还搁在缸里边了，这个消息准吗？可是外边的六哥非得传言的是这个事情啊，不得不信呐。儿啊，做好心理准备，如果你父真遭此陷害，咱们一定要为你父亲报仇雪恨的。娘啊，不要担心，有孩儿我呢，顶天立地是个男子汉。如果我父亲真遭害了，您放心，我一定替父亲报仇。可是有一劫了，父亲要没遭害呢？这个没遭害，可是现在生死不明了。孩儿我倒有一个主意，什么主意呀、啊？孩儿我这个主意就是，哎，今天我在外边看见贴的黄榜，国家招贤才，要去边关去犒赏三军，到那儿镇守边关，看一看那儿的情况。您看，孩儿我要去了边关，到那儿能不能探听一下我父亲的消息呀、啊？探听一下消息，回来是死是生，咱娘俩心里有个准备呀、啊。娘啊，您能允许孩儿我到外边撕那黄榜扯下来，到当地的面君，我做这个钦差到边关去吗？哎，老太太面色非常的严峻。儿啊，近前来。娘啊，有何话说呀？儿，你要近前来。娘啊，儿我来了。金头马是一攥着脖领子，啪，这大嘴巴给打的，打成什么面儿？原地365度，唰，一小旋风似的转一圈，一扶这一嘴，哎呦呵，好家伙，破，好连牙都打掉了。妈呀，我可是您亲生的呀！废话，我是亲生的，还不打你呢？你个小妖精的呀！妈，这么多年没骂过我，今儿怎么了？孩儿啊，妈打你可是为你好啊！妈呀，你打孩儿我能为我什么好啊？嘿，你父亲如果生，还则罢了；如果真按杨六郎说的死在边关，被老贼害死在那儿了。
你这一去当钦差，他们能饶得了孩儿你吗？啊，你父亲跟你养老伯父加起来好几百岁的人都没有闹过那潘红潘仁美呀！啊，就凭你一个十二岁一个小娃娃，你能当边关？啊，你能镇守边关？你到那儿去，你还犒赏三军？万一这里头有什么事儿，把你留那儿害死，可怎么办？你们父子爷俩双双死在边关，留下我个寡妇老太太，以后是如何是好啊？让为娘可怎么办？老太太说到这儿，二目垂泪，再看那呼延披险十二岁小孩儿，娘啊娘啊，您小瞧我了，不是娘我小瞧你，一十二岁的小孩能干什么呀？娘啊，我小孩子也罢，大孩子也罢，我说几辈古人，您听听啊。哦，还有古人，你说说，娘我听听。好，娘啊，在想当初，哦，还是过去的事情，大宋朝末燕国，要是到有灌血扶囚之志啊，司马温公到有破风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他懂得谦逊之礼；十三郎五岁朝天，唐刘晏七岁举翰林，汉皇襄九岁温席奉亲，秦甘罗一十二岁身为宰相，吴周瑜七岁学文，九岁习武，一十二岁官拜九军都督，统领千军万马之上六军八十一州的兵权，石虎照献连环计，东风解凋零，火烧。写信命丧江南，利用卧龙凤逐至相邦，那周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之魁首。卖我比这几位小孩子您看怎么样啊？好，老太太听一十二岁小孩子能说出此话，可是还不叫你去，不叫我去呀。呼延平你心眼心想，嘿，不让我去我也去，没别的到外了撕一黄榜了，这才神从下边关系多拿。今天我们的评书战场演出到此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光临，我们下周再见。